顺着这样讲下去，啊，所以师父的讲义的部分就先放着，啊，所以不会再继续讲。补充的时候该讲的时候我会提，啊，我会提，但是你就要以这份讲义，啊，要做预习，啊，要做预习，啊，先合着了，先不要整理，啊，先让师父离开，所以先把这讲义盖起来就好，整理了再整理，啊。等一下，这边就好，这边就好。